雪天出门，你遇到过哪些惊险的事吗？有一回脚踩空了，然后连续滑下一节楼梯，屁股疼了一个多礼拜，摔倒了，当时拿着四杯咖啡，然后抛线出去的，摔得还挺惨。有一次开车出门碰到一个大货，得亏当时开得比较慢，不然真的是，哇，心有余悸啊。去年有一次，然后就是我在雪地里，然后突然就踩了一个刹车，因为前面有车挡了一下，然后车就在原地就转了个圈，然后后面的车然后是也是为了躲我避免追尾嘛，然后也突然都在后面跟着我转圈。常在雪地跑，谁能不摔倒？行走江湖的小伙伴肯定都中过奖，雪天路面湿滑，一不小心冰雪女王就给你一个 surprise。即使做个安静的行人，也大都一心只在脚上，无心观察车辆。这样可不行，要换上防滑的战靴，注意来往车辆。不畏寒冷的骑士出门前给车胎放点气，增加轮胎与地面摩擦。下完雪，地面一般会有干雪、湿雪和冰面，最不滑的当然是干雪，但是阻力也比较大。赶时间的骑士们可以挑湿雪路面走，脏是脏了点，但是不容易滑倒。至于冰面吗？你们懂的。开车出门的朋友也不要大意，考验你是不是老司机的时候到了。研究表明，冰雪条件下交通事故发生概率是正常天气的两倍，其中平均每百万车辆每公里发生碰撞刮擦事故 5.86 起，是非雪天 0.41 起的13倍之多。雪天出行，万一遇到车辆打滑失去控制，你该怎么办？赶紧踩刹车呀，快速打方向盘，把方向盘回正，然后把车停在路边。不不不，你这样可是很危险的。雪天路滑，车轮抓地力直下3000尺，即使有整套电子安全辅助系统，一旦打滑，他们也秒变吃瓜群众。你要做的就是双手稳住方向盘，稳稳地踩住刹车，千万别急打方向猛踩刹车，这样只会更悲剧。当然了，做好准备工作更重要。出门前把车上的积雪清理干净，检查车灯、刹车、方向、胎压等车况是否完好。经常雪天出行，一定要换上雪地胎，最好备上防滑链和雪铲。开车时尽量顺着前车的车辙走，保持车距，低速慢行，拐弯时提前减速，不要在弯道内踩刹车，容易发生侧滑。还有，一定要远离大货车，大货车飞溅的雪花会挡住你的视线，让你无路可走。如果陷入雪地里，扒开周围的雪，取出沙土铺到轮胎下，再垫上衣物、木块等，增加摩擦。脱困时最好关闭它们，先到点车，再给大油门加速冲过去。最后，合理使用灯光也很重要。雪天行车，即使是在白天，也建议打开近光灯。如果天气恶劣，最好把前后雾灯都打开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，就快点击订阅按钮，订阅视知官方频道。